您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你看俺这夏天的玉米拿钱拿着这是啥？盒子里面是吧？嗯。哇，这是金条啊！彩礼，下彩礼没给钱。对。直接给金条。对，俺年前不是是个相亲对象吗？啊。然后没人说他家可有钱了。哦。前几天俺不是下彩礼了吗？啊。拿钱太俗气了。拿钱太俗气，对，直接拿金条，对，拿四条，这总四根是吧？他说这可值钱了，可值钱了。嗯，他咋说的？他一条都能值五十万嘞，一根金条五十万，四根200万。对，我的天呀，你这婆家是真有钱啊！嗯、你下彩礼哪有200万的呀？对，我也不懂这个。哦。然后想着这给的这么多金条是吧？啊、我想着放家里也没有用。嗯、想着拿过来你看看、嗯、然后想卖掉一条，卖掉一根儿、卖掉一根儿，我想着不是买点东西吗？哦，自办点东西哦，自办点东西，对，想，我的天呀，你这是等于说是过年的时候相亲，年前啊、哦、年前相亲，对，你这节奏够快的呀，这刚今天才15号吧？对，15的话，这等于说最多也就一个月呗。对，相亲一个月就定亲了。对，我的天呀，还没给现金，给的金条。对，啊，你婆家直接就说这一根能值50万。嗯，我的天呀，这是上面这还有字啊，上面我看看，福禄寿喜，这还真是一套。嗯，不过这东西可不是现代的东西啊。你看一下啊，金凤祥，这个凤字可能上面看不清了。康熙四年，康熙年间的，这距今好几百年了，可是。是的。啊。是的。竹刺，竹刺代表着就是含金量非常高。嗯，他说的可。还是一套，那这要这东西要是真的，那你婆家祖上估计不简单，那留下这东西。说实话，你一般的大地主都没这东西。反正没人都说他家可有钱了。啊、嗯，就你们这个媒婆。对，说他家在家里非常有钱。对。哎呀，今天你这是，其实我感觉出来了啊，你这是有点怀疑，想让我给你看看真假。对。另外想卖掉，如果是真的想卖掉一根，对，是吧？是的。哎，咋说呀？东西造型很唬人。很唬人，但是我看着这东西啊都是假的。假的呀？对，肯定是假的。老板你可别胡说啊。我没有胡说，你首先看一下啊、嗯、就这么大的这个金条啊，嗯、我估计啊最起码得是10两吧。你以前的称1两30多克、嗯、这10两的最起码得300多克，对不对、嗯、但是这用手拎着绝对是没有300克的。重量不够。重量不对。重量不对就说明它的材质不对，明白吧？另外一下你看，再看一下，你看有的部位就像这里，这可不是氧化生锈，因为黄金它是不会氧化生锈的，你别说你放几百年，你就是放几千年，它黄金也不会氧化生锈。这白点点，这就说明啊，这个金条是电镀的，镀上去一层，然后可能说几块金条，几根金条啊，就来回摩擦，有可能把它这个电镀层啊给磨掉了，看到没？这样的吗？这里还有这儿。这样的吗？嗯，我估计每一根都应该多少都有一点吧。你看这里，颜色都已经变了。这你这婆家不行，这明显的是想唬人。这骗人的呀！这是这咋说？这是这说实话，你这下彩礼就敢弄假的，这就算是坑蒙拐骗呀、啊！这是这婚姻大事关诈的吗？那肯定呀，这不是骗人吗？这都不对，这都不对，重量也都不对，重量没那个没金子的感觉。老板，你说话你可得负责任啊！我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东西不对，不对啊！你这样，你给这都是假的呗？假的，假的，你给他拿回去，给他拿回去，你得说清楚。不行，彩礼的话呢，就那个啥，还给他要现金。这可是大事。对你问清楚，问清楚，问清楚。来来来，这时间的短，这还没能大嘞。那是骗人的吗？你可以再多接触接触。
不能这个太着急了，是吧？老板，这刚从菜地里挖出来两根金条，5000块钱我给他买过来了，你看我捡多大的漏？我先上手看看，5000块钱捡漏来的金条。对，5000块钱刚刚买的。我的天呀，这金条可不简单呀！确实不简单。这上面可不是现在的东西啊。嗯，这是一看就是过去捞了，要不然我不会花5000块钱买。哇，小伙子还是很聪明啊。对。上面还有落款。嗯。最上面是一个喜字，然后这个是禄字。金凤祥，康熙4年，哇，清代早期。对。竹刺，竹刺的意思就是含金量高。竹是竹金的意思，刺金也是竹金的意思。对。你这俩东西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早上去买菜啊，一个老太太说从她从菜园里挖出来了。卖菜的老太太，对，就挖菜的时候从菜地里挖出来的。对，她而且还不懂。不懂。对。她咋不懂你咋卖给你了？不懂我才快捡漏，懂我捡上漏啊，对不对？啊。然后问了你这两根是啥东西？他说我也不知道，这刚从菜园子挖出来的。我说那能不能卖给我？哦。他说你看看，管值多钱？多钱一根？哦。两根给你5000块钱嘛。他说不行，哦、他说一根得给我5000。我说那没有这个价，哦、知道吧？这都是普通的东西。啊、哦，人家老太太说一根要5000。啊、哦。你说两根要5000？对。那这是最后。最后我又买点菜成交了。哦，5000块钱卖给你两根金条。对。然后你都不知道我的梦想是啥啊！我一看这5000块钱到手之后啊，我准备上 4S 店，都给 4S 店已经谈好了啊，准备提辆车。对，提辆车，这边马上我卖给你，你要钱给我，我都去提了。我的天呀！嗯，这种清代早期的金条，说实话非常少见，价值不菲。那是，那即便是现代的这种金条，对、就这么大一根儿，一个得10来万。那得。啊、你要说清代的这东西啊，一个得100万，得100万。我了解的清楚不？你还别说，老弟，你这对行情了解的非常准确。可以查的。啊，可以查了。对，要不然我咋敢去4S店提车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我的天呀，看着这么大的这种规格，我感觉应该算是10两的金条。猜的很正确。啊。我查的也是10两，也是10两的。嗯，对，那是吧。嗯，清代10两的话，按现在的克重，应该算是，300多克，360到370克。这要是拿到清代不是？啊，我娶10来个老婆子。那是你搁清代的时候，因为以前的这个冶金技术，还没现在的成熟。对。所以它这个金子产量非常低。嗯。比现在价值还要高。这样，我拎的重量我感觉不是太对。这样，咱上秤称一下。哎呀，这重量可不对啊！老弟，来，您过来，过来，过来看一下，这一个只有160多克，连它重量的一半都不到。那然后再称另外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个170克，差不多。你对这个金子？咋说呀、啊？不太了解。嗯，这错的太远了。你按正常来讲，360克到370克，现在只有100多克，那差连一半都不到。这是5两，5两也不对，4两呀。那这黄金它密度比较大，这么大个的，它就是10两的规格，明白吧？都不对。重量上不对。咱们再看一下，你看这背面，有的地方啊已经有点变色了。这说明外边这很黄的这地方应该是镀上去的，镀上去。那不可能吧？那说明这个东西是假的。这老太太，哎，这个也有，你看，这边也有磨的地方，这说明这东西假的。别说是像一个100万，两个200万，现在5000块钱的本钱，我跟你说也是问题。能找到那老太太啊，赶快把老太太找回来，给她退了。你说这老太太专门骗我呀？那你买车子肯定是买不了了。能找到那老太太，抓紧时间给退了。5000块钱，毕竟搁谁身上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要找也是明天早上找了，几个人找不着他了，他肯定明天早上来不来这个事儿的。那明天5000块钱，那就明天早上抓紧时间早一点去找那老太太。我夜里都蹲着，都等着呢。那行，那行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这回我要发财了。发财了？对，昨天俺爷分这个传家宝金币了。传家宝金币，对，给俺孙子辈啊，一人分10斤。
一人分十斤的金币。对，看看你管熟不管。就这些吗？对，有十斤，我拎拎。我的天，就是有个十来斤，有个十来斤。能倒出来看看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找个布，找个布垫了，这桌子不容。啊。哎，给我捧坏了。行行行，我这有垫子，来，摊这上面。倒。啊，行。这回肯定要发财了。发财了。对。我琢磨着往小心，哎，慢慢来。没事，这掉了一个。没事，我给你捡起来，不是你这谁跟你说这是金币的？俺爷，你爷爷说这是金币。对，俺爷跟我说了，俺之前祖上是大地主，祖上大地主，对，有钱的很，特别有钱。对，当时那个祖宅吧，留了一个小钱库、小钱窖。哦，放好些，里面全部都是金币。对，就这种金币。对。这一看这有年头了，你看这，是不是？你的意思，你们孙子辈人还挺多。那是嘞，啊，还得有十几个，一人十斤，不偏不向。对，哎呀，习惯那么来了。那这老爷子分的还算均匀，是吧？不偏不向。不过你这东西是老的，但是这跟金币可不挨边啊。这咋不是金币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有黄金的首饰吗？没有，对，不太懂。哎呀，怪不得你要是有一个黄金的首饰啊，你就能对比一下，这哪是金币啊？开玩笑呢，这是铜板铜钱。铜板对，东西是老的，确实是家里传下来的。你看这，这个应该就是晚清的，你看光绪元宝，档次钱应该是20文，这就是铜板。明白吧？这一带龙的，这是晚清的。像这些，这是双旗的，那这就是民国的。哦，明白。民国的。哎，确实东西是老的，但是跟金子一点都不沾边。银元你知道吧？银元我不太懂。对。在晚清民国已经开始有银元了。银元呢，属于当时的大额的钞票。像这种铜板呢，就是小面子的钞票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零钱，你那1块、2块、5块就那种硬币。哦，那也说的值钱了不得了。那是真是以前的地主啥的，就光弄这些吗？没有银元，或者是银锭，或者金锭，没那些吗？光分的都是。钱没有。那你回去问问你爷爷。首先东西材质搞错了。在铜板有没有价值呢？价值也有，但是不高。像这种东西一般也就10块8块一个。十块八块一个。对，跟金币不沾边。真要是你说这一堆都是金的，那确实是发财了。但是你要想靠这些去发财，那肯定不行的。这东西我估计有1-2千个呗。1-2千个也就说实话也就18000的。老板，你再给我看好啊！我看好了。你可别瞧我啊！这是不是让我空欢喜一场吗？这东西。你空欢喜倒不至于。刚才就说了。我来这我也跟媳妇儿跪拜了拜了。我这卖了之后，俺俩出去旅游呢，干啥了？你知道不？那你要是全部卖完出去旅游是没啥问题，能卖个18000的。但是你要说靠这个发财肯定是不行，这铁定的。首先啊，这是铜的颜色，金子跟铜你看不出来吗？对不对？再一个，你看这上面很多都生绿锈了。金子它不生锈，你别说你放地底下你100年、200年了，你就放上1000年、2000年，它也不生锈，一直都是黄的，最多上面沾点泥啥的，用水一冲还是金黄的。但是这铜就不一样了，铜你埋在地底下，它就会生锈、绿锈。像这明显的就是铜板。谁知道啊？小学毕业。不管是啥毕业不毕业吧，收起来，想出手了，到时候回头你也可以过来找我。但是这个东西你靠着发财不行啊！你不知道，老板，我大老远跑一趟，点上沉了给俺了，我卖给你不妥了吗？啊，要带给我是吧？对，卖给你了。那行，那行，等一会儿我给你数数数量，行吧？中。那行，那就这样说。您好，想弄点啥？我想你估估这个银元的价格。啊，估一估银元的价格。对，黄金般的，你千万拿注意，一定要注意，别给我摔了。哦，黄金版的金龙。对，我的天哪，我是第一次见。
银元的样式，嗯，然后用黄金来做出来的。对，以前的老金币可以这样说。哦，还是带龙的。对，说实话，这是第一次见。嗯，你这东西就过来估估价是吧？那价格合适的也可以卖给你，我看你也给的比较有缘。哦，我跟这块龙有缘。嗯，对，你看你这个长相就给的有缘。哦，长相跟他有缘，那你想卖多少钱呢？也不要多吧，一千万。一千万？对。我的天哪，上来就要一千万。这个金币我感觉也一千万不高，正常点。不高。嗯，那你这块金币啊，从哪儿来的呀？这说起来可就话长了。说起来话长了，看来这块币来历非常大呀。这块币啊，可以这样说，是来自俺老岳父之手。俺老岳父是这一片的比较非常有名的大收藏家啊，非常有名的大收藏家。哦，对啊，你像青铜器啦，这些钱币啦，啥都有，可以说。那你反正收藏的啥都有。那对，这也算是给女儿的一个嫁妆。不是，就送给她的。哦，直接就送给你媳妇儿了。嗯，对，叫她换点钱花，有意思。哦，就换点钱花。嗯，对。你刚才说要卖一千万。对。哎呀，咋说呀？我觉得呀，你们岳父啊，你岳父不是说大收藏家，应该家里面啊，应该也是非常有钱。对啊，也不差钱。非常富足，嗯，是吧？我觉得你们可以直接找他要钱，没必要给他要这个，然后再换钱，对不对？这不性质不一样，你给他要钱不好看，他给你个东西，你把牛头转手卖了，这好看一点。哦，对不对？但是，我看着这块币啊。不像是黄金的。你看这上面奉天神照光绪元宝癸卯，然后库平七钱二分，这种样式啊，嗯，这就是一个银元的样式。对呀，民国的时候铸造的有少量的金币，但是没听说清代用这种用黄金来做过这金币啊，清代没有做过金币啊。少。啊，少，嗯，对，你完全就没听说过。这东西你见过几次，啊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才拿过来，你不是才见第一次吗？对呀，啊，我就是第一次见啊，啊，也没有记载呀，啊。因为它这个银元啊，就是以前的货币，它不管发行量也好，它的铸造量也好，包括它这个用，比如说含银量啊之类的，它都有记录，也有记载啊。这不是这个就没听说过。这个奉天的这个癸卯是吧？嗯。这个当时你看拍卖都拍了四千多万，我这个也给你要的少，对不对？我给你要一千万也不多。不，那个拍四千多万的我知道，那是奉天，一两的，你这是库平七钱二分的。对，我这是金的，比它更珠贵一点，这对对用手托着，这重量就不是黄金啊。当时的黄金没那么纯，你应该知道。那不对，从这个颜色上来看，我就觉得，你看啊，有没有一种可能啊，你岳父给你的是这个铜的？不可能。算是一个仿品吧。不可能。那再或者是就是人家做假货、做假银元的，因为做假银元很多都用黄铜。最后一步呢，因为它是黄的嘛，最后一步呢，它要电镀银。这一块是半成品，人家没有还没有电镀银呢，所以就这种颜色。不可能，我看你也给他没缘了啊，收不起，没缘了，啊，对，就没缘了。对，你可能也是想不通，我也是。没事，你失之交臂了。对，有可能我这没看懂啊。走，你。您好，想弄点啥？哎，我这不想再低调了。哦，不想再低调了。我要改变一下我的这个生活状况。我的天哪，老哥，您这手上拿的是金条吗？小黄鱼。小黄鱼。对。哎呀，这可不是小黄鱼啊，老哥，这是民国的金条。民国的金条，它按它的那个规格来说有两种。有一两的，有十两的。一两的那叫小黄鱼。哦，这种算是十两的，十两的是大黄鱼，还是老板有见解啊？我的天哪，你这东西从哪来的呀？从哪来的？我一直给身上装着了，装五年了，
装五年了。我不敢放家里啊、哦、这些东西啊我总感觉着放家里它不保险，害怕小偷给我偷走了。哦，小偷给你偷走了，放身上一直在身上。对，我说装身上装五年了，整整五年。说实话我现在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，我想改变一下生活状况，意思不想过平淡的生活了。平淡的生活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哦，你这东西从哪来的？从哪来嘞？正规途径。正规途径。俺一个同学，哦，他爷爷的爹，哎，爷爷的爹，那就是老太爷，搁过去来说称为祖父。哦、哎，他祖父大人留下来了。嗯，啥都不多，就这金条多。他祖父看来也是大人物啊，国民党的高官。国民党的高官，对，家里边黄金比较多，家财万贯。对，那个时候啊，五年前他正好缺一批钱，哦，急用钱。你花多少钱买回来的吧？10000块钱。10000块钱，那个时候便宜。我的天呀、啊，老哥，我这样跟你说啊，嗯，就这种大黄鱼，嗯，本来民国那时候铸造量非常非常少。如果说是真的，嗯，你这10000块钱买回来的，现在最起码，嗯，能值100多万。你等于说你五年之间你翻了100多倍，借您的吉言，啊，所以说我不想过平淡的生活了，不想过平淡的生活了，嗯，这样老哥，嗯，因为我拎着感觉确实有点重，但是没有那种砸手的感觉，咱称一下重量行不行？你称，上秤，称，上秤，重量非常标准。行。民国那个时候，黄金的含金量应该是不到这个99.9%。哎，不，嗯，民国那时候它的那个金条的含金量已经能达到3.9到4.9了。咱们以国家以前的冶金技术啊，嗯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。老哥您看一下，嗯，现在在秤上称的重量是106克多一点。你这准不准？先说一下啊，就从这个106克上来讲，嗯，这个东西它就有问题。有啥问题？我不按克卖，我按个。那是，嗯，你要是现在的金子肯定是按克来算。对。但是以前的金子它有一个古董的价值。嗯，比现在的金子价格高的多得多。嗯，对对。先说一下，嗯，以前的那个两啊，嗯，它都是也算是一个计重单位吧。嗯，你看人家都说半斤八两，嗯，半斤八两。嗯，跟现在的秤不一样，现在一斤是10两。嗯，嗯，在民国那时候，嗯，一斤是16两。哦，然后呢，一两有多重呢？嗯，是31.2克。嗯。按现在的就这种克数秤来算，嗯，31.2克，十两的这种大黄鱼呢，嗯，应该是312克，嗯，现在只有106克，你知道说明啥吗？说明啥？你先说明这个金条啊，嗯，它的材质不对，嗯，别开玩笑，你说不起都明说。你先看一下，就这这后面这，嗯。这完全就不是说把它融化成一根能出现的这种拉痕。这是我当时买的时候搁地上划了。那不对，那你不像是划的。嗯，老哥，我有啥说啥的。嗯，我建议啊，嗯，你找你那个同学，嗯，把这根金条给他退了。那100多万的东西，我再给他10000要10000块钱，我图啥？别看这根金条在你身上五年了啊，我现在负责任的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假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嗯，你找别人再看看。我不用看。好吧，我感觉这个改变一下生活的状况也不是那么积极。那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再找别人看看啊。三家包机嘛。行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你好，老板，让你看一下宫里出来的东西。宫里出来的东西。来，别动，你别动，我给你弄。啊。嗯，这哦，得你来是吧？到时候真磕了碰了，算谁了？哦，比较宝贵。嗯。对，宫里出来的，嗯，好，看来看，我放的，哦，我的天呀，这是啥呀？这上面有两条龙，看看正面，看看背面，背面是吧？嗯，圣旨，我的天呀，这是果然是宫里出来的呀，嗯，这是皇帝用的呀，这皇帝的令牌吗？不，皇帝要啥令牌啊？这个你都孤陋寡闻了啊！我给你讲讲它的来历吧。啊，据我们老一辈人啊口口相传，我们祖籍其实并不是咱河南的，
啊，我们是从北京那边过来的。哦，祖籍是北京那边的。对，看来在北京也不是简单任务，又严厉啊。因为当时战乱嘛，哦，麻乱了。哦，我们老祖先啊，就是老祖宗就迁移到这边了。哦，为了避难，迁移到河南这边了。这一个机缘巧合之下，没有上墙，一直在俺家传下去。哦，俺老祖宗说了，这个一代一代传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出。不对呀，你就北京的，你要北京人多了，人家家家都有一个皇帝用的这个圣旨令牌吗？啊啊、对对对，忘了。据俺族谱记载啊，俺那个族上是皇帝的御剑带到守卫统领，有这个令牌用来传旨用的。御前带刀侍卫，嗯，还是统领。对呀、啊，小兵没有这。哦，专门传旨用的。对，就皇帝有什么旨意，嗯，然后都是你家这，你家出去给传旨。这个我具体也不清楚，这个也正常啊。你想想，国君见了皇帝，他说的话真够远的，但是他总不能啥事都出去干吧？那也是，总得需要有人替他干。对，总得有人替。对对对。哎，嗯、但是我看着，嗯、因为这个我家也没有大官，也没听说过这样的。但是我看电视剧啊，嗯，人家传旨的不都是公公太监吗？嗯，啊，这都不懂了吧？啊，像那个御林军啊，带刀侍卫啊，权限很大。哦，权限很大，他必须要有要派令牌。哦，这就是皇帝的传旨金牌。他具体传旨分为两种，你说那个公公啊，可能说办那个正事儿啊，或者说大事儿、小事儿，这种就是啊，方便办一些实事儿、小事儿。哦，皇帝办小事儿，嗯，就找咱们家人。啊，对。我的天呀，这比较厉害了，这皇帝呢？这肯定黄金了，这还有问吗？那行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嗯、像这块金牌。你这今天拿过来是准备干嘛？就让我长长见识。不不不不啊！这说起来都丢人，传了六七代人了、嗯、没有卖到我这，实在没办法了。俺家都我一个男孩，这最近我食欲也不好。哦，一是想出手换钱、嗯，是这个道理吗？对对对。想卖多少钱？嗯，我一句卖1000万吧，在咱周口买个房、买个车，娶妻生子，然后在俺家立业。1000万。对，我的天呀，嗯，说实话，这东西我没见过。嗯、然后呢，我这边啊，主要玩的也是银元，嗯，这东西真没见过，这肯定是宝贝，嗯，对。但是这你刚才说是黄金的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肯定黄金的。你看这个，我咋感觉啊，这地方好像掉颜色了？你看这黑的，这黑的，嗯，好像就跟那个硬物摩擦了之后掉颜色了。这个黄颜色总感觉是镀上去的。哎，这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嗯，就你看那个电视剧吧，那皇帝赏出大臣那一赏子就是万两黄金，万两黄金哪有这些？都是给个小豆子意思意思。哦、这个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象征，并不是说是非要是纯金，有可能说啊、哦，它含金量达不到，有可能是吧？过去的金子没现在的纯度高。对对 对, 对, 对。嗯，不行。嗯，老弟是这样、嗯。嗯，你这是宝物。嗯，你看还从宫里出来的。对对对。这个东西啊，我受不了。嗯，你放心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吧。啊。之前啊，俺爸爸那一代，嗯，就有一个人说的按金价给我收了。按金价给你收了。我这又不傻。就按重量。对。啊。当金子收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又不傻，这古董那我当金价收了，那是，我那你那不能当金子收了。嗯，这样咱继续好好保存，或者是你找找其他的。嗯，这个东西我是收不了。咋回事？因为我首先看着它不是黄金的，新老呢我也不懂这个。嗯，毕竟从宫里出来的是高端玩意儿啊，对不对？啊、不我这个档次还达不到，档次达不到。咱到别家再问问。哎，你不收早说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、哎，今天也算是长见识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说你不收嘛，我得收你的门票钱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。哎。我这有个东西想出手，你给我先看看吧。东西出手。嗯。我这看来这是个大件儿。非常好的一个。我金碗吗？聚宝盆，看看、哦、聚宝盆哦，是的，是的，聚宝盆。我这么大个儿呢，这有什么来历吗？这个东西在明朝，我跟你说。哦，明朝的东西。对，明朝沈万三，知道不知道？沈万三我知道，特别有钱。明朝首富。明朝首富。嗯啊、
然后这是他那时候的聚宝盆，他为啥能有钱呢？嗯，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无意中得到这个聚宝盆，这个聚宝盆在他家里边，他当时他没有在意，他放他桌子上了，嗯，放他案子，应该那时候都是案子是吧？嗯，然后放案子上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里边有个金元宝，哦，他拿走了啊，拿走了，拿走之后，第二天早上一看，又有一个金元宝，哦，一天有一个金元宝啊，哦，这在碗里面，对呀、啊，你说他会不发财？那是，那你时间长了，那肯定是首富啊，对呀、啊，然后后来就是这个碗吗？就是这个盆，聚宝盆。哦、啊啊，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就是这个盆吗？啊，金元宝。这你昨天弄过来的金元宝，让我看一下。现在他不中了，你听我讲呀。哦，是不是、啊？行。后来这人家不都知道他家有个这聚宝盆了吗？嗯。然后都要去偷这个、抢这个，要暗害他。嗯、然后沈万三知道了。嗯。然后俺的老祖先呢、嗯，是他一个旁系亲戚。嗯。然后他都给俺老祖先了。让他拿着走，拿着走，然后这东西不能留到坏人手里。对。然后，后来反正沈万三也算是遇害了。遇害了。然后俺老祖先一直到民国的时候，俺一直这个聚宝盆，他一直都出那个金元。金元宝。对。那你按理来说，那你们祖上也是大家呀。那从有这个盆，俺也可，俺家也可有钱。啊，富甲一方。可有钱。啊，富甲一方。对，但是到了。民国的时候不都兴纸币了吗？啊，那聚宝盆、金聚宝盆，它不可能生产纸币呀、啊。对，是不是？然后它都不会生钱了，不会生金元宝了。哦，知道吧？哦，但是它这个价值还是有的，我跟你说。厉害厉害。然后俺的祖训上都说了，嗯，不管到啥时候，嗯，然后这个盆都不能丢，也不能说、啊、给他买了还钱咋着？那你刚才来的时候说想把它出手是怎么回事？那祖训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。那你眼看揭不开锅了，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你还留着他吗？哦，是不是？他也不管省钱了，他要管省钱的话也怎样？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你这个碗来的这太猛了，太大了。我这儿，你觉得我这给你出多少钱合适呢？那你看呐，那卖黄金，说不定到时候到你手里头还能生上黄金呢。真的假的？那你试试啊，你那你就说你想卖多少钱？你说一个价格。300万。他到时候给你生上黄金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是源源不断的。不是，你看啊，他要是生一个金元宝，那一个金元宝就老重了。嗯。他十来天，他要是一天生一个，十来天我就回本了。那生财之道都给你了，你看你要不要？我没有干这行生意。我觉得主要是300万太多了。你冲着这个云姨你也得买了吧？我不是，主要我没那么多钱啊。没多少钱，你有多少钱？你说呢？啊？是不是？我给你出300块怎么样？那不行。啊？那不行。咱们也不可能300块呀、啊。那你说，那这样再加点。再加你问金城，现在金子贵州价多少钱？你都问金城。那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加100。不中。不行、嗯，那不行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不是我这手上也没那么多钱啊，这来历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在你手里，你说300万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找对家，我跟你说找哪一种，我这不行，这店太小，你知道吧？店太小，庙小，供不起大菩萨，知道吧？你找那些。找那种，他那种开金矿的，我估计3000万、3亿，那都是小意思。算了，这省财之道给您了，你想着把我不住，不该你开这么小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